对抗不公不义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咱的台湾。欢迎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，咱的乡亲士大，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。爱台湾，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来收听，希望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志忠，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每一天空中七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。咱做伙空中结缘，做伙来开讲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关心咱的人民。我那关心咱的母亲，咱的国家台湾。那对拜一到拜六，每一天的中昼时啊，十二点到一点，也就是现主持地中的主播这个时段，带伫咱的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云嘉南地区的好朋友，佮加上伫中部的这个彰化吼，彰化地区我来当收听，拢加准咱的这个吼，指南广播电台、指南电台。这是 FM 的台 106.5 FM 的台 106.5 106.5 甲听这个指南电台，云林、嘉义、台南，还佮加上彰化，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拢会当佮收听，我那介方便哦。啊，那讲这个时间，这个中昼是十二点到一点，空中一点钟的时间，那是咱的好朋友住伫大台北地区。收听范围包括台北市，佮加上新北市，吼、哦，台北佮加新北，或者听众，你着加利用吼，即、哦、种个中华台的即个周率，中华电台是 AM 的台，周率是1026，中华电台 AM 的1026，吼、哦，在中昼时咱一边咧用餐啦、啊，食中昼顿歇、中昼歇困的时阵，大台北的听众吼、哦，台北市、新北市拢会当收听。你若不去嫌，甲准中华 AM 1026，人伫中立空中交流开讲。那是伫下晡时啊，黄昏的时阵五点到六点，是伫咱的南台湾南部地区、高雄地区、屏东地区、屏东地区拢会当甲收听一。高雄听甲屏东，屏东听甲高雄，听咱的主人电台。主人台是咱的这个同款 FM 的台96.9。FM 的台96.9 96.9，台湾的主人，国家的主人，拢爱甲听主人电台。只有那正港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吼，下晡五点到六点哦。那是伫即个暗头啊，七点到八点啊，台南地区对中我的故乡，就听咱的詹文溪。詹文溪电台是咱们给介绍哦，这個、老白族的民主台。啊，台南的乡亲是多拢做熟悉，我那爱听伊的节目。FM 的台89.9 ，FM 的台89.9，89.9，听咱的詹文溪。都暗顿食煞吼，啊七点到八点先去听一边一国，来八点阁煞咧看八点档的看戏出咧，吼、哦，啊是讲接咧看民视，正经看民视，看咱的彭文正咧主持啦。看三立新台湾加油吼！啊，廖小军、小军姐咧主持，伫中华卫当我那会上节目吼！啊，这我那拢刷来去甲看，去甲伊收听，来甲伊即个收看，支持咱的台湾路线。所以一边一个节目，会当讲咱是每一工拍拼咧放上，任何一分钟咱唔敢放弃，任何一秒钟我那袂当浪费，因为这足简单嘛吼，咱来有即个使命感。甲台湾主流民意的心声，台湾主体路线，咱来拍拼甲坚持，大声甲讲出来。不只要讲予全台湾2350万人民了解，嘛要讲予全世界听，和国际社会拢会当作清楚明白台湾人的主张甲诉求。家己的国家靠家己救啦，家己的心声靠咱家己发声。台湾的国家路这条路线。嘛是爱靠台湾人民家己来行，吼、哦，咱家己行出一条路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免不了挑战作贼。
啊，有人咧上后脚的嘛有呢，有人跨水小的嘛有，有人要爬高的嘛有，有人用这种吼，亲像来啊迫害着阿扁总统来阻挡这个台湾路线，哦，这种傲步嘛有，但是无要紧，吼、哦，咱来坚持掉的。所以用真时代真感谢你，逐天来收听咱的本节目，除了甲地中来看家指导，有那个一边一块台湾破白收听，咱来共同来拍拼，哦，来创造一个有尊严。啊，这个有恩望，吼、哦，是咱台湾的未来。来，今仔是新历，吼、哦，是2018年4月18日，礼拜三的时间。那算古历是到3月初3，到今仔为止，大家所关心阿扁总统的兵法、政治案件的兵法，我讲过，这不是为国人，吼、哦，这不是为国人。那小英总统处理这个兵法，这不是为国人，这是为台湾，这是为台湾人民，吼、哦，这是为着国家。发展整体利益，哦，甲咱的这种吼啊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的支持，吼、哦，这种的守护这个价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不是个人的代志。所以这个变案无平反，公道也未向阿扁总统真相也未完全洗清，所以我那是吼真相也未大变，冤枉也未洗清。3444天足足，3400天超过，搁加44天落。所以用真时代的过程当中吼，咱小警社会啊，力量是1+1也大于2吼，咱继续向前行，我相信就愈侪，大家志同道合、理念共的，会当做为加入。来，即卖今仔节目现场，咱真正小贝甲开始哦，真侪相信的消息吼，阿龙贝一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同款，咱的扣印电话、扣印热线，12:30总开放，12:30到1点。可以的号码我先报吼，用真时段，然后需要你甲抄起来，0776180018，0776180018，8018是咱的可以热线。来，即卖先加进驻地瓜，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进行局。应该来结束，咱就马上登来现场。即卖唔通转台哦，啉一嘴茶休困一下吼，伫中甲你多谢，感恩。台湾中国。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，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，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，一边一国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哎，多谢咱空中好朋友哦！即卖是一边一国爱台湾哦，咱即个节目现场进行中。首先，我那甲咱的听众朋友来报告哦，因为咱的服务专线吼，平台电话，我那有接到咱一挂听众吼、哦、啊来询问啊，伫中的空中有咧讲啊，即个是有关着后个月，即卖是4月18嘛吼、哦，后个月5月初4啊，时间是礼拜五。诶，迄个暗时啊，凯达格兰基金会，即个由着阿扁总统所创办，
第十三周年，咱这个一年办一道，一种的感恩募款忏悔，感恩忏悔。阿毕总统有哪会亲自来出席，来甲咱这些这些老朋友，咱这些乡亲士大，咱这些同款台湾主体、台湾理念的这些共路线这些好朋友，来亲自甲大家说多谢，来甲大家致意吼。这那边参与到这场的忏悔，你相关无要紧吼，你甲卡迄个专线电话去甲询问，07-761-8075吼，离咱这个电台这边，你的卡服务专线就好，这较方便，因为大家这电话我那较熟悉啦，唔免一定要卡去台北基金会办公室吼，赶快卡这个专线，我那有拜托咱的这服务人员。这方面吼，我那个人到服务一下，07-761-8075吼，8075。啊，为咱咧听讲讲，伊刚多多下未拄好，做歹势之中吼，讲这个因为的多下可能吼这个另外有行程，所以无阿多去参观，无阿多出席，我讲无要紧呢。我那是大家吼那会当来尽量来，那无阿多来。这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吼，大家共同参与。有那里这个机会吼，阿比总统最大的一个鼓励甲温暖。我讲这是咱年度吼一年办一道的最大的这个目的。吼，按与相关的讲基金会者，的一方面是这个凯达格兰学校吼，这个爱培养人才，吼，正讲咱有台湾一些的人才，个这个新台湾国策地考，吼，这个。固定有那拢爱着有民调吼，做遮相关的民意调查，来有那互新政府做一个参考，重大遮国家吼，遮事项，亲像即摆五月要加入世界卫生大会、卫生组织者，遮咱嘛爱甲观察着民意上新的即种看法，亲像即摆台北市到底是安怎，遮放话嘛有，放风声嘛有，有人讲要家己。无要家己摕了，要让人讲，即摆即所有的动作拢是假，无影无食，要做单会啦，要啥物征询民意啦，三个月前就超好啊！讲这小英总统答应着伊个科比，讲要让伊选，我讲敢有可能安尼？三个月前都还袂咧论这个题目呢，民进党敢有可能完全转甲基层的民意意见，动作那转堆起空，比转行过安尼？我讲够可能啦，有人讲三个月前就超好啊啦。我讲啦，安尼即卖要办座谈会，即卖讲要大家来共同讨论看是要提唔提，毋着咧演戏啦，嘛无啥可能吧？用真时段，但真啊可以啊，听大家看法。所以即个就是讲民意的这种上新的看法，咱来正重视。政府的施政也好，咱的国家的发展也好，各种的计划。各种的这种的策略要哪来行？你得爱尊重民意，吼，这是第一步嘛。好，民意的安怎看法了，咱才规个去综合来做一个考量啊。所以咱这地壳有哪咱尽量来做，吼，偌济粮草做偌济事啦。咱这也无资源呢，毋是讲国民党伊咧有东山咧支持咧支援，咱这拢无，一切拢是民间吼 NGO 的力量，爱靠家己来拍拼。所以每一年，咱这乡亲是多少朋友，大家来这到赞助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实在非常感谢。希望讲对各种的方式来共同关心台湾前途，来帮助着咱国家未来的发展。咱的目标足简单，做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做一个正常、有尊严、伟大这个国家，这就代表咱的国，咱的这个国格啦。你看，即卖小英总统去到非洲咧访问，即、这个斯瓦济兰，这是一个王国，王国咧讲，伊这是国王啦。即卖即个国王，伊个老爸生前都有交代吼，讲着伊个即个心愿，让台湾一定要一起帮到你遐。所以即卖呐，即个国王咧做是无代志呢，但即卖卖烦恼呢，万不一这国王这虽然是。这个皇帝制嘛吼，国王的顶个皇帝制，这也不是讲的改民选所以就是做到死为止。万不一哪个换以后新的国王呢？换新的国王，迄无得个变化呢？这咱买烦恼啊！
所以这个邦交国对台湾，咱的国际上、外交上，这有哪介重要？有人讲啊，这非洲国家无要紧，咱就来交往着美国、日本啊，吼啊，这欧盟国家这较先进就好。其他迄种话，你讲中南美洲的啦，离迄种的加勒比海的啦，离南太平洋的，讲迄种差不多。那涨潮的时阵，无得甲国土都无看，哦，都爱退潮才看到国土。啊，加起来无得甲比啊，这个咱台湾一个乡镇区，一个乡镇人口较少。我讲你唔当看人少呢。你讲南太遐国家也好，非洲国家。人伫联合国，人有哪是会员国呢？人也台湾呢，咱台湾即卖个阿婆都加入联合国个大门啦。你讲啊，小国家，话讲啊，这个因个迄个经济也好啦，着搁靠台湾咧个援助安怎？我讲啊，人迄个世界卫生组织有哪会员国呢？你大会内底是会当站起来去台湾发言呢，是会当到台湾赞成票要加入呢？所以我讲对着邦交国。的重视甲意志，这足重要。你看，比总统打上任了无外久，飞行机坐着飞去非洲，伊当时非洲咱较侪讲嘛。即摆着因为本家斯瓦季兰以外，照讲伊个啊，另外布吉纳法索应该爱去啦，因为即摆咱着非洲着多人讲嘛。啊，你若讲伊个布吉纳法索的讲啊，做伊个因个总统咧无用吼。啊，讲无法度接待着小英总统，实在离外交上，这也真注意。哦，我唔知外交部安怎咧看法，离外交上这也真注意的。小英总统是千里迢迢转机直接飞到斯瓦季兰的，嘿，那无啊坐的一二十点钟的未到呀。啊，你讲讲到斯瓦季兰了，无刷落咱另外一个非洲的邦交国，哦，啊，先刷机啊个，啊，行行看看的安尼。咱讲博诺才有感情啊！你亲像地中里坚定说讲咧选议员，哦，咱咱咧一个选区，咱嘛是爱人家选民乡亲时段，吼、哦、啊，时不时啊经过啊无啊，即摆安尼，吼、哦、啊来地中服务处泡一个茶也好，啊是讲咱过啊即、這个啊乡亲的即个厝吼，啊咱来遐坐一个位一个，食茶配话嘛好呢。这我当然是见面三分情，才有拌烂哩。啊，所以你讲蔡总统已经飞到非洲，无先刷过迄个布吉纳法索遐安尼看看，这里外交上不得不咱来真严肃哦，真谨慎去面对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个像圣多美东西嘛是无预警的，给你转交去啊。哦，啊，你个包括着其他过来的国家。你当时嘛，拢一开始也无迄个预警，吼、哦，啊，国登就甲你登记啦。所以你就知北京哦，伊即个动作足侪啦。你去包括你欧洲，伊个梵蒂冈教廷，真正是因为对着迄个天主教会教宗的即种的啊，政府是派迄个主教吼、哦，啊，主教迄个人事权利啊，讲袂好势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包括宗教自由。啊！但是现在也有在说呢，你如果那个北京人梵蒂冈说好说了，咱台湾在那里唯一的非欧洲的邦交国，啊，比总统的东西是亲自到教廷去在那里参加到，你现在这个教宗前的啦，吼，那个若望保禄二世，吼，他过往的时候有来办这种啊，那个等于咱讲吼，就是公祭的意思，吼，台湾话在讲公祭。啊，因咧天主教的哦，一种的追思弥撒吼，哎、哦，伊的典礼的对，全世界的差不多所有的国家总统吼、哦，啊为国王的啦，啊为是总理的首相，拢来到伊的现场。因为若望保禄二世伊做故啊，所以这个朋友啊做这，啊做阿比总统伊当时是亲自去啊参加，一开始呐照外交部咧安排，讲啊这个总统唔免去。讲去可能也无机会，讲也无邀请，讲无咱伫里遐，咱有派大使里遐，大使过就好啊。上加外交部派一个代表去啊。啊，比总统亲自来到这个啊梵蒂冈教廷的台湾的大使馆，去来吼、哦，因为教宗过往啊，先去遐来吼、哦，咱这种的吼递哀书去遐递的时阵，多嘴讲嘴讲啊，这个
人对方的这个拜办也好，也是讲吼，这个啊，这个是教廷主台湾的大赛，讲啊，当时某时某某日啊办这个弥撒，要请阿比总统，阿比总统讲，啊，这来去应该无问题吧？哦，就问对方，对方讲当然无问题，啊，咱这也办到国头先问题，讲若去中国你也扑不掉，中国讲若阿比总统去参加这个教宗的弥撒吼。哦中国的全部要缺席啦，啊，缺席就缺席啊，缺席是北京的代志，台湾嘛是照当去啊。你若讲要用这种的保守的做法，惊北京无欢喜，惊这个吼啊，中国里遐咧啊发生地，啊那安尼时阵台湾就缺席啊。所以阿比总统当场做决定嘛，既然人教廷人都这么诚意的邀请，啊，台湾的总统从来冇去到欧洲。咱的当地邦交国利用这个机会，赶紧的吼，无人机传传的，又加盖的爱来啊！所以多的这个上重要国际场合，台湾的总统，咱是人世界上所有这领袖。你看美国是派前后任四个总统去呢，除了现任的吼，啊，伊当时应该的啊，哥是吼。啊，阿伯奥巴马，然后个川普前奥巴马，个前迄当时迄个小布希总统，前后任美国是四个总统去呢，组一团吼，啊去参加着这教宗的弥撒，所以你看伊个场面是足大。啊，台湾咱的总统会当离亚人世界这国家，咱无比别人比较细汉呢。虽然咱即摆无联合国，但是咱共款是国家总统吼，啊离迄个现场。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爱行出去，咱的国际社会顶管，咱来主动出击嘛。你不是大家拢咧等北京，大家咧等看好，啊，人哪拢卖受气安怎？啊，看台湾啊，互咱一寡便利啦，互咱一寡空间啦，啊，互台湾一寡安怎吼？哟，真是到国际政治最现实的啦。你无主动去争取，国较白人咧出小利咧。台湾主动出击去争取才有空间啦，主动争取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啊，但是你有去做，上无一个机会嘛。你得做领袖的人，做总统的人，都爱带领台湾人民向前行，干毋是咧？透讲你阿咧，单讲啊啊无安怎，互咱一寡先例什么？啊，怎以前的现状要怎以前啦？用真实度我跟你请教要怎以前啦？中国每一工是拢投亲军咧。你即卖真卡去个斯瓦济兰，我勒做欢乐宫布吉纳法索亚勒出代志的。啊，你讲欧洲教廷随时有可能变化呢？你看中南美洲这边，巴拿马毋是小英总统真加他去参加着迄个运河的100周年典礼尔，未话啊人小英总统离开了就该断掉啊。所以这种外交是爱主动去做，绝对袂当讲遮尔被动啦。所以咱也期待讲，即摆外交部长的换人，啊，换人就真正换新的做法呢。哦，啊，即个李大为即种的，即国民党的老男男，即个外交部长都做袂好啊。即摆讲部长无做，佮升去国安会做秘书长啦。国安会是爱来差不多吼，啊，中将阿姐，包括外交啦、国安啦、各种的体系呢。国安会秘书长，这是外重要角色。政府是总统的左右手嘛，一个是总统的秘书长，是对着国内遮较政治事项；一个是国安会的秘书长，是对着台湾对外，包括对中国、对其他国家，是总统对外的这种的分身甲代表嘛。这两个位置偌重要，这两个工作偌重要。即摆有咱的国际，有这个单局市长，吼，再来吼，政府高雄加成。那先代理吼，啊，延续落来，总统府做秘书长，这咱较放心嘛。啊，国安会秘书长偌重要，即块，你讲派李大为，迄个外交部伊个做袂好的人要做国安会，请几个客户单来真正，我看袂出即种安排是安怎？是欲你啊等退休少？啊，若要等退休，嘛唔当用国家遮重要位置了人等退休啦，迄真正会害死国安。啊！不怪你看安尼，规个螺丝落规涂骹的就对，规个国安的系统、国安的体系，这无正也无嘛，是爱为总统来分忧解劳。
小英总统每天做不用啊，他要处理很多事情嘛、啊、所以你总统有秘书长，国安会秘书长、哦、是说有我们的赖清德议长来欢迎正义，这人较放心嘛。国安会秘书长就要帮忙小英总统呢，不是你在抢后脚呢。所以用军事大这位大人来用不对、哦、这后面的事情有那么多。来，现在我们先进一个工商啊，但这个马上回来我们的现场吼，啊，要十二点半，所以我们可以电话等个准备，0776180018，0776180018，啊，这个对着吼，到底台北市要提不提啦吼？有人讲啊，三个月前就讲好啊，讲不可能提，讲是因为小英总统甲答应科比，地中我是不爱相信，用真实都唔知大家看法安怎。啊，若讲已经答应人，啊，即卖咧开座谈会，唔咧开价。来，先甲进一个工商，马上登来现场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即卖是广告的时间。最近天气温度正咧变化，咱就爱特别注意着家己身体保养，尤其是普通时有咧上班做工课吼，平常时就过度操劳，真容易抵抗力就无够。不小心就会破病，所以来补充到适当的营养品，对维持咱的身体健康甲活力是绝对有帮助啦。伫中尾介绍大家，真适合着平常时困眠无够，哦，日啊草莓啊草三顿食外口咧解决，嘛无时间补充营养的好朋友，来参考咱的和平牛樟子，有丰富的多糖体，啊，佮有比灵芝佮较侪三铁类，是比灵芝更加珍贵的台湾国宝。而且阁有行政院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，用咱高雄在地六股，咱的牛樟子的籽实体来制作，全台湾有国家认证，真真正正用规粒的牛樟子合法去生产的公司无几间啦。甲一般一种市面上用细菌来培养混尸体的产品，效果是差天甲地啦，迄种的品质吼、哦、根本无法度来比拼。和平牛樟子一罐食两个月分3500块。佮特别佮来介绍补充元气第一选择的新鲜地鸡精，佮一般的鸡精无同款，咱是用规只上健康的鸡鸭，配合着咱独家的技术去滴去炼，每一滴拢是精华，每一滴拢有丰富的氨基酸佮胶原蛋白，无论你是上班族、老人家真合用，对着有心还是生产后的妇女朋友，开刀完要补充营养的病人更加有需要，芳醇健康佮好啉。要出去拜访上礼嘛，真大方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组30包，5400块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 弹嘛，介绍大家。Q 弹是咱体内上重要的元素，但是年岁愈大，就会退化会无够，对着规身躯的保养拢有效，是即卖大家上喜爱的产品之一，效果好，服用了你都感受会到。一罐食两个月，只要2800块。啊，佮有原料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的正型深海鱼油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加 DHA， 原料进口台湾制作，佮用心把关。要食到品质上好的深海鱼油，即卖免佮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吼，当款款吼，一罐食两个月只要2200块。好，平菇姜子正型 Q 弹佮正型深海鱼油，即卖累积满6罐的免费佮送你一罐。这是特别给咱长期咧交关老客户的福利啦吼，那有需要请来电来询问，0776180075，0776180075吼，咱的服务专线对上午9点到下午6点，拢有专人甲你接听，感恩努力，多谢。多谢咱空中的好朋友，继续等来咱一边一国的咱的现场。在这个客运电话现在开放中吼，0776180018，0776180018，啊，总是简单这个开到工商服务的内容啊，用军事大做参考。那、啊、对着咱的产品啊，有任何问题，还是讲要来啊，厂商这边高官按来吼，啊，有欠用啊，你来个卡一个专线号码，好、啊、来个助门电话。对着五位车师吼，让阿扁总统，大家咱啊、这个啊，咱做伙来约吼，约做伙五位车师来现场，甲咱总统
甲伊鼓励吼，互伊最大温暖甲支持。啊，咱啊，即个需要参更啦吼，还是讲啊，着多啊未拄好，无多参加自由赞助吼，金价无限自由赞助。你有哪拢甲卡一支平台服务电话，哦，专人甲你服务，0776180750071-8075吼。来，伫即个咱接口音前，我那个看即个新的教育部长吼，原地来判文中辞职啊，管中民案件未处理吼、哦，但是部长先辞吼，我见即咱也尊重啊。新的是即个吴茂坤吼、哦、啊，吴木坤呐吼，吴茂坤，这是伫中央研究院艺术吼艺术级的哦，你学术界这地位我那主管啊。新的即个教部长吴木坤哦，吴木坤、吴茂坤，你帮阿仔辈来上进。啊，即卖当然有一挂啊，来质疑的这个声音就是讲，啊，讲这个新任的吴部长啊，是不是你过去有去有人哦爆料啦，讲有去议论奖助金的代志吼？你啊，伊做一个花莲那个东华大学校长的人来，是不是有去议论奖助？哦，讲座教授讲助金济，啊，伊当时监察你，我那有调查，哦，啊，这当然有无，哦，天鹅来查，用真实多，有无天鹅来查啦，啊，嘛有咧讲是毋是吴茂坤啊部长有去中国遐咧兼职，哦，有去遐假定定，这个真像你这个我那前几天咧讲啊，这个内政部长，哦，啊叶俊荣是毋是去中国咧教书的代志？现在教育部基本上是这样讲，他说你如果是、常态性的固定的持续的，比如说你不是去那里 参观五天十天、哦、两礼拜，你是的比如说每个月都去的，每礼拜都去的，常态性固定性的持续性的，这种就叫做兼职、啊、如果兼职是无法是这个违法、哦、无符合台湾的法规，所以管中民这就是叫兼职。管中民不是像叶俊荣这去几天而已，他是去那常态性的教嘛，在厦门大学嘛，包括厦门大学他的那个学校的网站上面就放管中民的资料在上面，包括他的教材也好都是在学校里面找到，所以这种你说是临时去的，这我不相信啦、啊、有领钱没领钱就问管中民就知道，所以我刚刚说管中民的案件会当拖到今仔日，部长已经辞掉，即摆阁换新的，啊，若无赶紧处理吼，实在教育部会当关门啊啦。门啊，在新部长就要上任嘛。吴木坤部长上任，地中就是讲第一件代志，你就是爱甲管中民这个校长这个案，你就直接甲砍肉起来嘛，不予聘任嘛，不可能阁容易啊嘛。就管中民也满面里啊，搁放话啊，搁安怎？就无可能让伊做校长安尼就对了。这是中国统战的一部分呢。管中民人中国的关系是偌好？用真实话，即卖想到基层对着柯文哲也不满啦。为什么对着柯P也不满？你打对着伊人中国，伊个有这不关系啊，这两岸一家亲呐、啊，双城论坛呐，啊是讲其他一家。去参观你的这共产党，因你的这啊，你对啊，你什么什么延安哦啊，这里底下的发迹的所在，底下的看毛泽东诶，伊的所在，我就感觉都莫名其妙，有真是多啊！要二买二，咱台湾精神，咱的勇哥精神，台湾土狗的精神，透过二对共产党的精神去的。所以为什么咱在台湾派本土派对着科比？欸，这种有很大意见，因为伊都人中国个关系讲袂清楚哩啊，好啊，伊所讲、伊所做诶，即一寡行为，都咱无法度接受嘛。啊，所讲过来道理，你今仔要做教育部长，是爱来华台湾教育的，是爱来教育咱台湾的后一代，包括咱遮诶吼，啊，像我咧拢做爸爸咧，我咱的后一代个后代，啊，这你无好好用台湾。这种的主体性的观念去教教，你们都教出来，都替北京在培养上，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教育部长说，除了他的能力啦，除了你说啊，学术的地位啦，其他种种吼，上重要是爱有这种的台湾意识啦。有史以来，我说杜正成部长，
上台湾一些部长嘛，你阿扁总统八年任内多都部长做四单嘛，包括台湾的这种的教材、台湾史、台湾历史，吼、哦，改这个独立政策，吼、哦，让中国史切割了，摕出来教。你中国是靠你外国的历史去教了嘛？台湾史咱来独立政策去教，这要用到后边这学生囡仔呢。所以你看今麦这天然毒的，也是讲这种对着台湾的国家意识，在少年辈叫做清楚的啊。你今麦去加问。这差不多二十几位之言呢，这个东西都正常保障的东西，台湾数吼，甲独立出来了，啊，才加出来。所以现在你即卖是一个是天然赌，天然赌的是讲台湾，咱是主权国家，这个做清楚的，你都免甲改伊的主权，有这种的体会，加这种的人性嘛。啊，所以你讲用真时代教育敢无重要？教育那无啊多用这个台湾主体去教还是做？你讲教出来，你讲安怎？外交考试也好，成绩外好也好，那无法度把咱家己的国家、土地、咱家己的人民当作咱信念内底上重要、优先的价值。我讲阿姐，你讲读外官吼，这我那拢读起较加偏激。所以，用这是大学朋友教育部长要用这都重要。啊，那讲教育部讲这件管中民生。暗加处理，安尼实在对教育部对着这内阁无什么期待呢？即卖单局市长要去做秘书长，啊，这个行政院本身就是咱的赖院长，哦，赖清德院长，哦，啊，这来主持这内阁。教育部长唔加处理，敢讲院长来当来沟通一下，讲啊，这件嘛是判伊拖病，拖到即卖，就差不多全台湾拢知影讲这个。管中民这个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你无法都无在调控个换起来，何以你呀呢？啊，派伊拖平，你呀个拖拖刷刷，个你呀呛下啊，这种教育部嘛无几多尊严吧？虽然大学主低，虽然讲是哦校，这个校内吼，这个校内啊，伊这个家己有遴选委员会等等，但是你干那袂当违反法规啊？你个安怎袂当违反去中国咧监视嘛？这个咱咧法令咧禁止嘅。你个安怎你嘛袂当安尼一手摕财团做独立当书吼，一年领千外万的迄种嘅啊董事报酬啊，一手搁你迄个呆呆内底讲要选校长要安怎啊票搁是财团登互你嘅票，这种瓜田李下，这边那给水清楚，这完全违反着利益回避嘛。安尼两边话领导呆呆。安尼两边拿来领导咱台湾高等的教育的这个体系啦，这足严肃的代志嘛，啊，这嘛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我想无讲管中民是安怎，是有啥物特殊的背景甲后代上，这大家知影讲是马英九的新榜样嘛。啊，即卖总统是小英总统咧做，马英九咧做啦。你若讲马英九咧做，要来掩护管中民，我无话讲啦，因都一点一点。今仔是蔡总统在做呢，今仔是赖院长在做呢，啊，为什么要对着管中民呢？唔敢处理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当讲丢毒犹豫不决，该安怎做安怎做嘛，该安怎做安怎做嘛，啊，哪有反对的声音，政府承担嘛，任何决定都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啦。你讲要啊，这个十八八要废除，嘛有人反对啊，既得利益者伊就反对啊。军公告你今日改革敢无人反对？劳工的一定小的问题，反对佫较济。哎，当时劳动部毋是，劳有那坏茶叶是遭硬咧杀的。所以每一个政策，拢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。心头了定，唔惊就要做风台嘛。你今仔讲这个不公不义，要甲消毒，要来包括病人的病患，还是讲过案过后去部长案件的病患？冇人反对啊，太冇人反对。你打一个通牌就反对啊！你一边一个要甲平反，你太赞成。你动着伊个伊个统一的，伊要甲你赞成，伊去袂当甲你拆家两百呢。国民党个太袂反对啊，变总统平反。但总统八年打动着人个这个财路，党人财路，国民党个你也做个小个，已经叫甲砍死了掉，无代无志，只系重大工程。那不是法国制表啦、国际包啦，
全部自动共升升起来。过去人的工程，人的路潜规则，偌济是安尼摕出来爱分的哩。那政府编一千亿，最后拢爱三千亿、四千亿才会完成嘛？唔是讲伊的材料起价，是因为人内底人爱分啊，包括国民党官员爱分偌济，伊爱包厢爱偌济，啊，规个人这规个结构体，的顶头中哦，上官站的啦，中站的啦，下阶站的。本这本少年，大家拢爱本着啊！无代无志，阿比总统刚做八年，拍破这规则嘛。因为阿比总统伊都无咧管这，伊家己都无人客这里，伊在管台恁其他人要哪分？只有考虑着为着咱所有这纳税这老百姓要省钱嘛。咱乐高本只国民党要四千亿，咱就两千五百亿甲处理就好啊。桃园的大潭的电厂本价嘛要四五千亿，咱赶快用一半继续来甲处理哦。啊，这省起来拢几几啊千亿呢？啊，这是替国库咧省钱，是老百姓知影讲安尼对，啊，比总统替咱省钱。但是你怎当时间得失这的人嘛？你得失这群人，绝对有你好看呀。啊，所以打这的人敢袂反对？要平反陈总统，你讲安怎有道理？这的人嘛，甲你反对啦。啊！若有人反对，有这种反对的声，啊，人不敢去做。啊，那安尼太着政府啊！啊，那安尼全部都啊，都互因代去补就好啊。来，用真实大吼，对的代志都爱坚持，吼，对的代志都爱去坚持。哦，我刚刚讲，这才是对着国家、社会、人民负责的一种表现。来，咱先进一张的工商吼，一部的工商啊，等一下回来了，咱的客人电话我那个开放哦，哦，0776180018，多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在这个广告的时间，志忠特别要介绍的产品，都是经过长期咱来挑选、调查、研发。除了咱的原料品质是一定一挂保证以外，添加的嘛拢是独家的配方，是志忠特别针对咱一个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尤其是老人家的需要吼，来给你做调配。因为这个年会较有了，你就有足济退化的这个镜头。上接听到是讲骨头的酸痛吼，钙质、骨质的这种的流失，无论是心肺更失去着弹性、抗氧化啦、血油脱掉的，甚至引起着生命危险，无论是脑部的退化、记忆变歹、代志想袂起来、记袂清楚、做烦恼，这拢是真济养生时代会拄到的问题甲状况。针对着咱的身体欠缺的部分，你得爱去补充，你得爱重视、爱保养，这是照顾咱的身体健康、食百二吼上有效的方式。甲大家来介绍吼，咱所提出补充钙质的钙滴加、钙滴加，一罐120粒，只要1200元，是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，佮独家添加着会当帮助着骨骼的生长。对韩国进口黑酵母发酵萃取物的贝塔葡聚糖，啊，佮有帮助咱的钙质吸收的维生素 D 甲胶原蛋白，补充钙质第一选择就是这边的钙滴加。长期以来拢是销路第一名的正型 Q 10嘛，介绍大家效果做好，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。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伫国内国外拢非常的红，非常的畅销，是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、活力上重要的元素。一罐食2个月只要2800元，啊，佫有受到真侪听众朋友喜爱的正型深海鱼油，原料对北澳挪威进口，品质优良，水准佫高。要食到上好的深海鱼油，唔免佫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，你一边一国爱台湾，你就会当买到。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 正型深海鱼油，一罐食2个月只要2200元。台湾的国宝，只有咱台湾宝岛才有生产。和平牛樟脂用咱高雄六股在地原料，规粒的牛樟脂只是摕去制作，实实在在你看会到摸会到的，无加工的才是真的啦。啊，佮有行政与农委会专利授权，国家的品质甲保证，吼、哦。外国人来台湾买家是抢不回，和平牛樟脂一罐吃2个月只要3500元。Q10 正型深海鱼油，佮牛樟脂，即卖累积满6罐的，佮送你一罐。这是由咱长期支持高官的听众朋友最大的感谢，12万分的感谢。以上的产品有不了解的所在，请卡专线0776180075。
0776180075，感谢努力。非常多谢，非常感恩吼，咱全国的乡亲时代啊，搁等下咱节目的这个现场，对着工商服务的产品吼，真多问题无要紧吼，你注意个卡专线，对，在是九点到暗时六点吼，拢有专人替你服务，0776180075，0776180075吼，啊，咱的电话。来，今仔这个单元吼，这个白这个单元吼，吹自由的风，听台湾歌啊，是由着带伫咱的台南哦啊，台南的新娘是咱的林小姐吼、哦，台南新娘林小姐，啊是咱的四中兼话贴的咱的听众哦啊，拢是听吼、哦、啊，中道是济南电台哦啊，106.5哦 FM 的。来，林小姐要来点一首歌曲吼。哦幸福进行曲、哦、幸福进行曲啦，希望这条歌吼、哦、来啊，点播咱全国的啊，在乡亲是多好朋友，大家人拢会当过了幸福啊，咱的国家会当成做一个幸福的国家。来，这个幸福进行曲哦，咱做一个欣赏一下，多谢。因为你，感情甜蜜比人还相随。咱的青春是一段唱不完的歌词。咱的未来是写在我的爱里。你有真心，我有信心，只要有希望，每一届咱拢会站起来。天总是会光，路还阁这么长，不吃风雨，咱真心就定。你讲。你的手机收看幸福心灵曲，这是咱对你写的一首歌，温暖的家己，美丽的餐厅，新的世纪咱永远做阵行。心的飞扬。
多谢哈，以上这条歌曲哦是《幸福进行曲》哦，《幸福进行曲》是陈明章老师哈以及的版本，非常啊，这个旋律最好听哈啊，加优美啊，伊的这个歌词文字的这个意境啊，拢是哈每一句每一字拢当讲到咱的内心啦哈啊，这让咱受人感动。来，这是一箱啊，有着咱大台南的听众新娘啊林小姐来点这条歌，最自由的风听台湾歌吼，咱每礼拜单元。来，即卖先进一个工商服务啊，最后一波工商大家做参考，甲听一下哦。啊，有关着你若要参加五月七夕吼，即、這个凯达格兰十三周年的餐会，伫台北市电话饭店暗时六点半。啊，要人吼，我那来现场，甲阿扁总统最大的加油甲鼓励。你我那拢甲卡专线的号码，吼、哦，专人甲你服务。要买餐券吼，也是讲到餐券，伊讲到多多袂多无出色啊。但是我那拢一旦自由赞助吼、哦，自由赞助金额无限。你甲卡专线0776180758075吼，头前加0700多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麦是广告的时间。最近天气温度正在变化，咱就要特别注意到自己身体的保养，尤其是普通时有咧上班做工课吼，平常时就过度操劳，真容易抵抗力就无够，不小心就会破病。所以来补充到适当营养品，对维持咱的身体健康甲活力是绝对有帮助啦。伫中尾介绍大家，真适合到平常时困眠无够。哦，即个草莓啊，草三顿食外口咧解决，嘛无时间补充营养的好朋友来参考咱的和平牛樟子，有丰富的多糖体，啊，佮有比灵芝佮较侪三铁的，是比灵芝更加珍贵的台湾国宝，而且佮有行政与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，用咱高雄在地六股咱的牛樟子的籽实体来制作，全台湾有国家认证，真真正正用规粒的牛樟子。合法去生产的公司无几间啦，甲一般迄种市面上用细菌来培养混尸体的产品，效果是差天甲地啦。迄种的品质吼、哦，根本无法度来比拼。和平牛樟子一罐食两个月分3500块，佮特别佮来介绍补充元气第一选择的新鲜地鸡精，甲一般的鸡精无同款。咱是用规只上健康的鸡鸭，配合着咱独家的技术去滴去炼。每一滴拢是精华，每一滴拢有丰富的氨基酸甲胶原蛋白。无论你是上班族、老人家真合用，对着有心还是生产后的妇女朋友，开刀完要补充营养的病人更加有需要。芳醇健康阁好啉，要出去拜访送礼嘛真大方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组30包5400块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 肽嘛介绍大家。Q10 是咱体内最重要的元素，但是年岁愈大，就会退化会无够，对着规身躯的保养拢有效，是即卖大家上喜爱的产品之一，效果好，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，一罐食两个月只要2800块，啊，佮有原料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的正型深海鱼油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加 DHA， 原料进口台湾制作，佮用心把关。要吃到品质上好的深海鱼油，即卖免阁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吼，当款款吼，一罐吃两个月只要2200块。好，平菇姜子正型 Q10 甲正型深海鱼油，即卖累积满6罐就免费阁送你一罐，这是特别予咱长期咧交关老客户的福利啦吼。若有需要，请来电来询问，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咱的服务专线对上午9点到下晡6点，拢有专人给你接听。感恩努力，多谢。真多谢吼，咱各位好朋友啊，继续等下咱节目现场，最后个差不多一两分钟的这个时间啊，这个变外交哦，这是台湾总统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吼、哦。当然总言道，哦，咱讲说实话，阿扁总统8年的。我那拢经历过，除了你着亲像马英九这着对中国完全导航的嘛，吼、哦、马英九的一种政策吼，从极统一的路线，
伊对中国是完全导航。所以马英九的任内外交部长有是八年拢是献空城啦，哦，八年拢是唱空城计，都有些那无些的，因为伊都舒舒行行的先听北京的尔嘛，啊，所以他有什么叫外交啦？啊，你若唔食，你就是要拼外交哦，亲像阿扁总统安尼，但是啊，对牙硬到，咱就往对牙去行咧。哦，咱来提出加入联合国。2007年来个加上公投个连续的，2004年正式提案加入世界卫生组织，大会讨论4-5点钟了正式投票，包括美国、日本拢投赞成票。虽然无过关，但是这个议题台湾要加入世卫，台湾人2350万人，咱的健康、咱的医疗权不应该去排除，伫这个世界普世价值之外，这个议题是做成功来。得到吼、哦、国际社会的重视甲讨论啦，袂当摆渡台湾人民的健康观，安尼就安尼尔嘛。所以中国的这种的反对，加以这种的啊、无理的背格，这世界多数国家无得赞成。你得爱一处搁一处去争取去宣传，那无的时阵，人太也知道台湾甲中国是啥物问题啦。我得加想讲啊，你得当地接受伊个中国台湾性的地位。马英九的八年拢是安尼啊，说人会无奈误会呢。所以用真时段主动出击最重要，吼，还是老话一句啦。来，今天咱讲到这，做一个收束，回空中再会，谢谢。